每一期的节目都有硬伤。上一期你把电话的发明者说成是瓦特儿了，哼，小的时候你就学过课文嘛。胡盖盖为啥子会跳起来说他是发明蒸汽机的嘛？丢人呐！谁发明的？贝尔。节目录制之前，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啊，现在明明是白天，但我一会儿要说成晚上，因为我们节目的首播是在晚上，在我把白天说成晚上的时候，大家不要笑。大家晚上好，这里是有一说一，我是严守一，让我们重新沟通。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，结婚几年是个坎儿。在讨论之前，我先向大家做一个检讨，在上次打电话节目中，我把电话的发明者说成了瓦特，我们节目的总策划菲莫先生严厉地批评了我，他说电话不是瓦特发明的，是贝尔。我刚才给瓦特打了个电话，他说电话很平常，要发明咱就发明蒸汽机。看来我是错了，在此我向广大的电视观众表示深深的歉意。脑壳转得快，做检讨都要都